下面请欣赏河南 style 表演者岳云鹏、孙越。谢谢。那有一个送东西的是吗？让他过来，让他过来，别拦着他。送东西的不要拦着，快点。男的送准不报，谢谢，还有热心的朋友送来礼物，哎呀，还有吗？隔壁好像有一个商场可以去买一点，好不好？趁着没下班呢。对了对了，没有孙老师的吗？没关系啊，你那都是我的。谢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这是我们第二次出台，刚才这个节目啊，这个不够咱俩挣的，这跟挣有什么关系吗？什么叫第二次出台呀？第二次出现在舞台，哎，我们换了一身大褂。对，刚才那身大褂是那个颜色的，对，这个是这个颜色的。对，俩都没说出来。因为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粉色哈，骚粉，骚粉。那粉是我知道吗？骚是我。对，小骚骚。委屈你了。哪有小，就是骚骚。刚才二位啊说了一段学外语，说的不错，两个小师弟，一个叫靳鹤兰，一个叫朱鹤松。朱鹤松，二位下去休息一下。对，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还有我们俩。哎，亲爱的朋友们，喜欢听相声，那是，这是好事。哎，我们这些个年轻的相声演员也喜欢说相声。对了，我们每天24个小时就是在研究相声。哎，都得研究这个。24个小时，我们除了吃饭是必须的吧？必须的。吃饭、睡觉、上厕所，必须的。然后就是唱歌、打球、游泳、逛街、聊天、打牌。再有时间就是在研究相声。你哪还有时间呢？啊，没了吗？没了，这时间。时间嘛，你挤一挤总会有的，对不对？您说那是时间呢，还挤一挤，还得挤一挤，时间总会有的。哎，挤出时间来研究相声，把更好的节目奉献给大家。没错。这些个相声打哪儿来的呀？打哪儿来？打生活当中来。没错，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提炼嘛。生活当中很多可乐的事情都能够带到舞台上。对，拿这位来说吧。我怎么了？这位老师，孙老师。我呀，各位不太知道啊。嗯，人家是个富六代。各位，你等会儿吧。富六代。你等会儿吧，人都富二代，我怎么富六代？你看，富二代是你爷爷。哦，这个这不对，这辈儿什么叫富二代？这六辈人都有钱啊，就辈儿辈儿传。对了，到他这儿特别有钱。是啊，特别了不起。哦，按说这个人有了钱以后一般都是买房买车买房车。怎么这么贫气啊？都这样。我呢？他买房了啊，这就置房嘛。但是没有买车。为什么不买车呀？不喜欢。不喜欢的是不喜欢开。不喜欢开呀。哦，上哪去都坐公交车，哎，方便。那还得再方便一点，怎么办？怎么？买公交卡。哎，对，这个不用花钱。买了一张公交卡，在公交卡里边充了30万。哦，充了三。一般人没有这个魄力。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充30万。对，买个车雇个司机都够了。不喜欢呢？哦，就喜欢坐公交。哎，对了，他那个卡是托人办的学生卡。里头有60万，等于里头有60万。好，能刷到你死，知道吗？这叫什么话呀？你刷不完还不能死了？不能死？不 能死？不能不能不能，随时不能不能，随时暴毙。没听说过。他这个卡呀，也怕丢。啊，怕丢怎么办？怎么办？嗯，就塞到自己的一分裤里边了。你出门？哎，你这行行行行，我听的都听都纳闷了，我告诉你啊。我知道7分裤9分裤，什么叫1分裤啊？就是啊，一分裤，文言文就是裤衩。你别糟践文言文了，你。我塞在裤衩里。对呀。我怎么塞那儿呢？我防盗的呀。哦，防盗内裤。对呀。前面带拉锁兜那种。各位，您各位没有见过他的裤衩，我的天哪！你。怎么就跟你老见着似的？他
那裤衩就是床单改的，知道吗？我就围着床单出去了呗。防盗裤衩现在不多见了啊，过去有，有有有。防盗裤衩一般有拉链，对，拉锁兜嘛。一般那个拉锁啊都在外边，对呀、啊、他那个在里边，是吧？你看我们说相声都是有画面的，知道吗？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那拉锁兜在里头，我怕什么丢了啊？敢问阁下有什么呀？你给我装什么装你啊？谁跟你装？谁跟你装了？不，这什么叫有这？不，穿反了。那你说清楚了，穿反了。废话，我也才想。那还有孩子，知道吗？就那个孩子乐得开心，哈哈哈哈，就跟你真懂一样。那是，他还是个孩子呀。十几了？十三，十三，该知道了。那个没听说过。他早晚得知道嘛。十三就该知道像话吗？那可不是吗？没有啊，就穿反了。哦，哎，就塞那里边了。什么塞的？上公交车什么词儿啊？一上公交车发现一个情况啊，刷卡机装得比较高，我也是不争气。嗯，你这怎么办？怎么办？你愣怼、哦、没有啊？没有没有，对不上啊。那是主要是怼不准。嗯，怎么办？怎么办？蹦起来怼。没别蹦，怼不上。那是实在是没辙了啊！啊，掏卡啊！对，掏卡，你等我。也怕丢人啊！对对，好赖也是个明星，上过《欢乐喜剧人》。对对对对，这我的上吧？这个不是你公交车那么些人，你当人面的，你这就太寒碜。你看，你看，你看，你这他也难受的哈，这不好看、啊，因为他也怕掏出别的来。对，去，就掏出卡来啊！就那个小孩笑得开心，你能收敛一些吗？孩子，就因为你的笑声我都不敢说了，你知道吗？我总觉得在教坏你。你能像个十三岁的孩子吗？真是的，十三差不多了也。差多了，差不多。掏出卡来，嗯，噔，塞回去了。还塞回去了？怕丢啊？哎呦，丢人喽。常坐公交的朋友听得出来啊。是啊，他那卡确实是学生卡。怎么呢？因为平常老百姓的卡噔就完了，短响声短、嗯、他那个噔，售票员听见了，听见得说他几句，询问哟，这位同志，我看您三零后的吧、哦、三零后，我快一百了都。嗯，您怎么还用学生卡呀？嗯，您哪个学校的？你是哪学校的？老师编瞎话。老师，我北京市智障二中的。你们家智障还有一中呢？你大哥吗？你大哥？你大哥一中的呀，一中一霸。你大哥的？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智障一中？对。一中一霸？对。那不傻子头吗？对呀、啊，就是他比别人傻的厉害。那管什么用啊？那个傻的那么不要命。对。净打架了，看这意思。哎呦，智障学校！哎呦，对不起啊，宝贝儿。哎呀，对不起，对不起。还宝贝儿呢，还待着吧，待着吧。也怕我犯病、嗯、啊，就站着吧。亲爱的朋友们，啊，旁边有个座儿，他都不敢坐。为什么呀？他怕一坐啊，把这个卡撅折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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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听说。肉多呀！你等等，肉多也不能撅折。卡一撅折，容易把别的拉着。不是，什么叫别拉着啊？怎么办？什么拉着？就站着吧，就这会儿，各位，他想放屁。你有这毛病。您说放是不放？不能放。不放吧，太难受了。那难受也不能放。放了吧，公交车上这么些人呢。哎，不能放啊。最后经过很激烈、很激烈的思想斗争，不放，不放。嗯，输给了放。你绕这弯有意思吗？展开了殊死搏斗，放赢了。哎呀，放赢，放赢，那就放吧。哎呀呀，俗话说得好，嗯，响屁不臭，是臭屁不响啊。那天他放了一个特别不响的屁，那得多臭啊！那得放了五分钟，这五分钟，好的嘞，
您等会儿吧，五分钟放完他都瘦了，各位。我这屁撑的，你知道吗？再看公交车里，嗯，谁也看不见谁了。哪有这么浓啊？这玩意儿，浓烟滚滚。呦呦呦！行了，行了，行了，都辣眼呢。别说了，就。其中有个大姐，人家不乐意了。准有不乐意的。要说她几句。说我。这位同志。哎，你干嘛咬着牙呀？不敢张嘴呀。张着嘴一会儿呛死，算自杀算他杀呀？哪儿这么说的？这到最后法医一验尸，哇，这是屁杀，像话吗？验的还真准，嗯。这位同志，嗯，你疯了吧你？多恨得慌！他还说话呢。我说什么呀？大姐，啊，你能看见我吗？哎，我藏在屁里了，嗯。你这是人吗你啊？哎呀，大庭广众之下你敢放屁啊？呸！哟，你呸了一下，啐我一口，他还不乐意了。我怎么不乐意啊？他还说句话呢。我说什么呀？哟，大姐啊，您吃屁也吐糊啊？哎，这叫什么话呀？屁糊，屁糊，没听说过，还屁糊，没多大还，没听说过，胡说八道嘛这不？这开玩笑吗？别说这了，这就叫相声。哦，这是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把它夸大。对了，都是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有可能没有发生过，经过我们相声演员的嘴一说，哎，就那么生动，对，就那么缺德。哎呀，其实啊，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不怎么会说相声的一个演员，还行，因为我从小生长在农村，河南濮阳南乐县的一个小山村。小山村里面 有山吗？那边一个小村，你说就那哪有山呢？一个小村庄。从小我不懂什么叫相声，是啊，也不懂什么叫小品，嗯，我不知道两者的区别，啊，弄不清楚，以为都是搞笑，都是让观众笑出来，搞笑形式。长大以后我才知道，我问你一个小小的问题，问我？对了，啊，行，什么叫小品？小品的定义。对，那我可就说了，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好，您听对不对？就是小品，我觉得是呢，以小短剧的形式，反映社会世态炎凉，就以搞笑的形式，搞笑形式。对了，小短剧的形式，反映社会炎凉，反映社会世态炎凉，品味人生，品味人生。对，小品，小品，搞笑，对吗？对对吧？大声的告诉我对不对？亿万观众都看着呢啊！怎么亿万观众还有直播的是怎么着？那么多人都看着呢，那还有孩子，13岁了，不小了，那对吗？拿起嘴了就说，对吗？对，对不对？到底？当然对呀。对，你这你吓唬我干嘛呀？那你害怕什么？废话，你让狗追你不害怕呀？小短剧的形式，品味人生。小品，小品。对了，很多小品啊跟相声很大的区别。相声呢，小品，比如说小品啊，上来就是人物，叫化妆，哎，带着人物上来，观众一目了然，不用铺，不用垫，它还有道具，什么桌子呀、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弄。而相声不行，相声只有两个人，而且俩男的，两个男人英语怎么说？对，可以了，可以了。那个孩子能够出去啊？没他不懂的，我告诉你。带家长了吗？带了。哇，你把家长都带坏了。反着带。您等会儿吧，懂得还挺多，声音还挺嘹亮。美了，美了，这怎么了你？您等等，别胡说八道，站台上，你说话得负责任，知道吗？我说错什么了？废话，您前面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了？什么叫这小品？这个有的小品还有床，还俩人上来就弄。你说的是哪国小品？道具嘛，桌子椅子。我没说道具。不是哪个小品有床啊？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哪有床？很多小品都有炕，火炕有没有？有。是不是床？火炕啊，有。
对不对？就叫法不一样。大声的说出来，我龌龊，说出来。我什么叫龌龊？你没说清楚。快点，你没说清，快点，这赖你没说，快点。不是你们人多我就害怕，你们是怎么着？你们欺负谁呢？你们就欺负你了，就欺负你了。嗨，你不是我的脾气吗？怎么了？我服这个。哎呀，我龌龊。怎么了？我能吃这亏？我呢？就这么有尿性？真是的，是不是？我能死在这儿？我的，死我死回北京的路上。这叫小品。那是。相声是什么呢？两个演员往这一站，只是拿嘴说，就俩人，最多一个道具就是桌子和一个话筒。哎，话筒为的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听见，这叫散音嘛。两个男人往这一说，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对，把您各位耳音带到我们的故事当中来，全靠嘴。如果说我们说着说错了怎么办？怎么办？不退票，不退票。我就怕这会儿有人站起来退票，那是不可能的。真的不可能啊！因为不退票是我们的服务宗旨，想怎样都行，就是不退票，知道吗？收着钱了，你们怎么都行啊！跟我较劲是不是？上来，来，上来，来，你上来，上来。上来，我能说一宿啊，看谁累啊！上来，这样我没听说过，谁喊退票呢？退去呀！你找着售票处呗。早就跑了他们。真有意思，臭流氓！还想退票？哎，不可能的啊，这是。相声就是全靠嘴，相声是最有难度的。对了，全是靠嘴。还有其他的艺术形式，我们也应该去借鉴、去学习。都得学。比如看书，看电影，对，看电影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没错，很多片值得一看，直观。前几年有个电影叫《阿凡提》，特别好看，是一个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什么叫3D 电影呢？您先等会儿，给您解释一下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3D 电影。二哥拍不了。您先等会儿吧。您前几年那电影叫什么名字？阿凡提。阿凡提。对。您用您这脑袋，您琢磨琢磨啊。冲这骑驴的拍一个3D 的，不得赔死呀？怎么还骑驴呢？人那叫阿凡提吗？那叫阿凡达。阿凡达。骑鸟的。反正是个好片。对了，好片。您再说那3D 是什么？就不是二哥拍的3D 电影。哦，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对，这电影是张飞拍的，也有可能是沙僧拍的呀。这嘿，全瞧我啊！你看二哥生气了啊！二哥生气，你也可以拍一个呀。拍什么拍啊？高老庄的美好时代。玩去！别说这个啊！高老庄十三钗。别拆了，您这火锅高老庄没听说过，全给涮了，这怎么了？多好啊！不怎么样，这致高老庄终将失去的青春。就，那有什么青春呢？咱别胡说八道啊，3D 不是那意思，它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没错，哎，零距离接触，没错，好看的一个电影，嗯，这是科幻片，是，说实话，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不喜欢科幻，多少有些虚假，它就是假的，我比较喜欢的是爱情片，我爱看着爱情，画面的唯美，凄美的爱情，好，还有动作片，动作武打，精彩的武打动作，跌宕起伏的剧情。还有爱情动作片，对，爱情动作，反正像这个类型的片子呢，不怎么好找。哎呦，可以，我一般都是搜索。哎呦呦呦呦，百度不行。你等会儿，屏蔽。去。不是你站着说什么呢？站着啊？那孩子怎么不说话了？不懂了吧？哼，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哦。问问你身边的爸爸哦。不是你先别说他，你得理了是怎么的？我比那孩子强，我就开心。强什么强呢？你比那孩子龌龊，知道吗？啊？什么叫爱情动作片啊？怎么了？啊？有爱情有动作？胡说八道！
啊，他一听诺贝尔什么网上还不好找，您还搜索百度屏蔽呀、啊？哦，百度屏蔽啊，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你都快搜烂了吧？你都，废话，我那我还有网坏了呢，还有，您甭说这个啊，咱先说清楚了，这爱情动作没有搁一块儿，那怎么了？不怎么的，动动期的片子是不是爱情动作片？什么片子？动动期。什么叫动动期啊？詹姆斯·邦德吗？这还有口音呢，这里头还詹姆斯·邦德吗？还得。詹姆斯邦德，詹姆斯邦德，零零七还动动七了，零零七是不是有爱情？啊，有动作。哦，就前面是武打动作啊，后边是俩人爱恋爱了啊，英雄救美啊，这可以呀，你这你找那个是都有情节是吧？那片子。阁下看那个片子没有情节吗？我们就是。看的全是宣传片儿，宣传。我注意到一个细节，那个孩子在问身边的妈妈什么什么什么情节。慢慢来，孩子啊，还小啊，还小啊，不着急。你妈妈可能不太懂，也不一定。那个，这个，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对不对？为什么说电影呢？为什么呀？几年前啊，我也拍了一个电影。您还拍过电影？嗯，叫做《就是闹着玩的》啊，对，是咱们玉宇的一个片子，看过吗？哎，不，你说特别好看。什么宇？玉宇。什么叫玉宇？什么都不懂。嗯。香港话叫什么？粤语。我们是玉宇。河南话。对。哦，你们是按车牌子那么来的是吧？这样说央企，你就这俩字儿都不好听，还央企，还不好呢，还这呢。粤语特别好看，就河南话方言片。哎，奉劝各位去看一看啊。在电影网就有，1905电影网就有这个片子。是吗？700多P。哦，700。特别的刺激，希望各位能够去关注一下，好不好？这个多少 P？700多P，对，你看那大哥说700多P，700多P，你主演，你这两年恢复的还不错，看着，我也没怎么受伤啊，700多P那玩意儿，这个妈妈带着孩子出去了哈，这么点你搁这也听不明白啊，小孩太小了哈，你得把那个带走。700多P吗？什么叫七？那格式啊？720P吗？哎，这高清吗？对对对对，还有1000多P的呢。嗯，上下级，嗯，1080P。啊，好家伙，特别好看。嗯，希望各位能够关注一下啊。是吗？当时放映的时候是在郑州。就郑州。郑州的一个大剧院。哦。大剧院。大剧。说清楚了啊！大剧院。哦，剧院。放映的特别好看。哦，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是啊，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儿，就跟你们同时上映的，都是玉宇，是吗？特别的好看，哎，特别的精彩。什么？你等会儿，就是你们那片子上映吧，就是别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进口大片儿，对，就是外国片儿，对，也全是玉宇，对，都河南话，对，金发碧眼的大老外都河南话，啊，不是，这不胡来吗？这不。我怎么没听过这片子呢？怎么了？好看？不是，什么片子都能这么配吗？都那么配啊，都翻译啊。哎，哦，跟你们的片子同时上映，还有一个片子好像是《敢死队二》。敢死队二，对了，就穿硬汉那个。对了，对了，打仗那个，特别好看。那也是玉宇的。当然了，史泰龙端着枪打死那个鬼嘴儿。我怎么听那跟抗日题材似的？特别好看哦，阿诺施瓦辛格啊，哎呀，那膜呀，好疼啊，老疼啊，没听说过这，好看，这什么好看这个？不光是这个片子，嗯，世界上最著名的一个片子《泰坦尼克号》，哟，照样玉宇，就那铁达尼，当然了，那个船首次下海啊，撞到冰山上了，对啊，一船好几千外国人都死了那个啊。就金发碧眼外国人啊，张嘴闭嘴全河南话。对呀，啊，这是村里出去旅游去了。说话那不好听，好听还不说呢。特别好看，
没听说过，瞧不了这个。这个故事梗概，这片子您真瞧过吗？我真瞧了呀。啊，就是电影院瞧的啊。那你要瞧过，你就用这个河南话，就这豫语啊，给我们模仿其中一个桥段。一个什么桥段？桥段？桥段？没有文化的样子。谁没有文化呀？有桥吗？整部电影有桥吗？那叫船段好吗？我呀，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懂不懂。我告诉你，你看那个孩子，那叫船段。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嘿嘿，说人孩子没你事儿，怎么着啊？打你这儿都没对，那桥段就是片段，给你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哎，片段，这个故事梗概大伙儿都知道吧？啊，您说说呀。讲究的是男主角杰克和女主角肉丝儿两个人。肉丝儿 ，Ruth。哎 ，Ruth。哎，两个人的爱情故事。是是。男主角啊，嗯，是莱昂纳多演的。啊，对对对。女主角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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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丝儿啊？哎，这全不知道还。她女主角有一个男朋友，富可敌国，有钱人，特别有钱。那是送给肉丝一个56克拉的一个天之蓝，没错。肉丝不喜欢，就喜欢这个杰克。天哪！您等会儿吧。这么好看一大洋妞，拿瓶白酒啊，拿瓶天之蓝，什么56克拉一个项链吗？天之蓝吗？哦，一瓶白酒挂在脖子这儿，啊，还56度吧。天之蓝就是白酒，知道吗？海之蓝，海之蓝，没听说过，一样那个，这海洋之心，大大钻石啊、哦，不是杜康，不是，没听说，挂一杜康讲话吧，56克拉杜康，好，海洋之心，哎，大钻石，不喜欢自己男朋友，就喜欢杰克，爱情嘛，后来撞了冰山了，哎呀，死了。杰克死了。哎，我给你学一个经典的桥段。哦、那桥段？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跳，你等会儿。杰克，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我不知道，我反正我没有看到这个片段。嗯？怎么还有肉丝跳床呢？谁说跳床啊？你说的。跳船。吃汪船。吃汪，那不还是床吗？那不。不是船是床船哦，您确定您那个船没有腿吗？没有。哦，那就是船。没有啊、嗯、肉丝挨揍了。挨揍不听话，那个被她男朋友扇了一巴掌。哦，给了一嘴巴啊，就想轻生、哎、想跳床、哦、就站着跳船。跳船、嗯、杰克过来了，是要劝他，有没有第一次见面？哦，这有，俩人头一次见面。哎，嗯，杰克抽着烟。哦，抽着烟。杰克赛于谦。嗯，你叫赛这玩意儿、嗯、哎呀，杰克要是这么抽烟得死在肉丝头了，我这不得肺癌呀、啊、这不得好的嘞，这可烟做的。您这烟是不是没点着啊？烟抽到麻筋上了。嗯，看见了。哦，看见女主人公了。肉丝准备跳了。啊，站着船头走过来劝她几句。啊，就豫语的哈，河南话。嗯，妮儿。什么叫妮儿啊？就是姑娘的意思。哦，河南话这姑娘就是妮儿。哎，妮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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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啥了呀？怎么听得跟苞米地里碰见的似的？你看肉丝都快风干了吧？你看，滚！哎，这什么是什么词儿？滚！你跟我说什么？啊，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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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酿了个酒，这配音可不好配上。我要挑串。啊，挑串！这烟也太金抽了吧！啥呀？挑串呢？挑串啊！别挑呗！别挑！包挑呗！哦，包挑呗！那海水可亮啊！你们河南这儿有海吗？有。啥有？你们说有就有。啥呀？哦，海水可亮啊！可亮！你们有球吧？这都什么人呢？这
你没骗我是怎么着？戳我吧啊！戳你？哎，戳你是小狗。耶、哎！这都是人家嘴里的话的。嗯，多凉啊！啊，多凉！可凉可凉啊！那么不会聊天啊？白跳呗！啊，你看您这个妮儿长得还怪带劲的呀。您啊，您别抽了，搁下吧。再来一会儿一窝吧。玩什么玩这是？这是结合肉丝吗？不是吗？这不村长寡妇吗？你不要说的这么生动好不好？你叫村长的流氓样，哎，怪带劲了。什么玩意儿这叫？这多好啊！这不怎么样，这个。这只是泰坦尼克号经典的一个桥段。哦。接下来，咱们两个人表演一个。咱俩。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什么呀？画画。好吧，你等着，哎，王胜宁，你等，你别动手。哎，我新做的，这臭流氓，我靠！不是，你着什么急解我扣你啊？啊？你看，第一次看见孙老师解扣吧？那是我解的吗？那个？第一次看孙老师系扣吧？哎，我们都是这么系扣。哎，你看人家是这么系。那是我手柔软，屁，这个够不着。你不，哎，怎么够不着？来来来，够一个来，一二三，走。怎么够不着？你不来这套你啊？来，这个来，你哪个？这套臭流氓，我告诉你，系扣跟老娘们似的。你给我玩去，我们就是系扣时候像，你什么时候都像你。嗯，我美了是怎么着你？我开心啊！你甭开心你，你站台上解我扣干嘛？你告诉你，我还没说你呢我。画画嘛，画画。你来肉丝吗？你躺那儿脱光了躺那儿，我给你画。哦，杰克给肉丝素描那个啊。哦，你拿着笔吗？你来杰克啊。你要画我。我喜欢大胖娘们啊。我可不喜欢这大脸蛋子爷们儿吧。不是你多俊呢、啊、你俊什么俊呢、啊、不是你憋着画我是吗？对呀、啊、你要画我啊。你觉得你的颜料够吗？还憋着画我呢还。那我画重点呀。没听说，没有重点。吓我。没有吗？要什么重点？哇，今天意外收获好多呀！你给我来这套你啊！不行，我告诉你啊，你要说非来画画，行，我来肉丝没问题、啊。你不能来杰克。那我来谁？沙发。你要坐死我吗？我躺着呢。你要睡死我是不是？要点脸吧您啊！这来得了吗？来不了，这个来不了，来不了。那咱俩好好配合一回。嗯，来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您说，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你一言我一语，看看能不能感动观众。用一语。哦，就是这个，最后对，船折了。嗯，这个女主人公呢趴在一块船板上。对。这个男主人公呢推着这个板子，对，最后生死离别，对，这男主人公沉下去，对，最感人的那段，对，咱俩用这豫语啊，河南话，对，行吗？行，各位准备好您的手绢，纸巾也行啊，擦眼泪。不，你等，擦眼泪我不着急啊，就是咱俩来这个行，我可以配合你演，就是谁来杰克，谁来肉丝啊？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因为我比较有阳刚之气。您等会儿，你来杰克，对，我来肉丝儿，对，我在这船板上趴着，对，那得多大一块板子呀？有这块板子，全船不都得救了吗？嗯，废话，哪有我这样的？说的有道理哈。对，你来这个肉丝儿啊，我来肉丝儿，对，我来杰克，那这个故事不成立了。怎么不成立啊？我疯了，我相中你了，你还不乐意了？我疯了，我就这模样一娘们儿，我多美啊。你给我玩去吧，你有没有人要？
要你辟邪用的也是。哎，行这个，不是这演吗？不就是你来肉墩，我来接客，行吗？行，就是你在船板上趴着啊。咱们这就开始，开始，用玉语啊，用玉语。我捯饬一下。什么捯饬什么？因为我这样不像个女的。哦，你捯饬完了也不像，嗯。捯饬完了就像了。哦，捯饬完就像了。哎，怎么捯饬？我瞧瞧。哦，这包个头，对。这女的一般都有丝巾呢、啊、来个这个小披肩呢、啊、就像个女的了。您这还是像寡妇，您这个。好家伙，这个脸呢、啊。我觉得没有板子你靠脑袋也能飘着。飘不起来，我试过。哎，试过。您来这个女的哈，对，来个船板吧，这是船板好不好？趴住，你等，起来，谁哪儿趴哪儿的玩意儿，你趴着不好演，知道吗？那怎么办？咱们为了立体一点，哎，你刚才不是拿着扇子了吗？啊，这就好比是船板，这好比是船板，哎，你把胳膊往上一搭就完了。好，行吧，这就无实物表演，无实物表演，这就开始了啊，咱们开始了，哎，不废话了，那个。往这边站一点，怎么给我一点板子，要不沉了。你也得扒着吗？我得扒着。你扒着，咱俩不都沉了吗？我淹死你，你信不信？行吧。怎么这么恶毒呢？这是。开始了啊！开始了啊！嗯，玉玉哈。哎，一二走。哦耶！哦哦。你这板子上是不是还有别人呢？你这干嘛呢？哎呦，怎么了？这是谁给你串脚气呢？是怎么了？串什么脚气？冷啊，撞冰山了吗？哦，海水温度低，嗯，冷啊、嗯。那我呢？你也得这样啊。哦、我也得冷啊、嗯哦。那行，早说呀，你没交代。一二走。那个什么，有烟吗？俩毒瘾犯，你看见没有？我废话，俩人大冬天蹲墙根儿的，跟。咱俩这个就别这么描述了，行吗？行，就一带而过啊。小抽抽、啊、小抽抽还得。哎，一二走。你再不说话我就沉了啊。杰克，露丝睡来了。切叉。哎，您稍微等一会儿，什么水来了就沏茶呀？我忘了，但他们一走我分神了，我就以为用热水沏茶，我忘了。快死了还沏茶呢？这是海水是吧？海水。当然了，来，一二走。我没进入。杰克。若思啊，水来了，能给我搓搓后背？我那酿了个脚搓给你，你洗脚你也干呀？搓后背像话吗？你不是海水？海水浴场？哦对对，在海都快死了，要死了，快点，好好啊，杰克，如斯，杰克，我。可能是咬死了，那要健健康康的活下去啊。中，嗯，有我没我一样。如此，杰克，那要好好的活着。以后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迈一步。可以。我他妈早该死吧！如此，杰克，我这都要死了。你不中了。我不中了。大咱俩认识到现在，一天到晚
忙着没完没了。都能啥了？不是画画啊，就是做汽车。带劲呐，这都要死了啊，恁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那我说了。恁说呗。那我说了。恁说呀。我打死你个龟孙儿。去你的吧。下面请欣赏相声《黄鹤楼》，表演者张鹤伦、郎鹤炎。怎么？好帅！哎呀，人说黄鹤楼好帅，人说张鹤伦好帅，但是呢，我不想再怎么努力，在你眼里也只是一个帅哥。差不多，有什么笑脸给多了我呀？说两句话就开始预约，你上来，你上来，都多大了还玩的上上下下的游戏、啊？还有姐来说，这不是我们几个的私人恩怨吗？干嘛呀？跟人家观众闹什么呀？就是观众啊，对，哎呦，小宝贝儿，跟哥哥挑衅啊？你哪儿就是成哥哥了？真是的，好家伙，小宝贝儿打不过他们，还打不过你。你也就能欺负人家了，小孩儿啊，谁哪个小孩喊他给我站起来，还得问清楚了，跑得够快的呀，是哪吒吗？哪个？刚才那个，然后现在跑那边去了。哎，这小宝贝哈，这是放假了哈，来这儿听相声来了。哎，明儿就休息了。哎呀，行，明天作业都写完了哈。怎么哪壶不开拿哪壶烫脚呢？你看，别着急，现在开心还能搭茬，等你长大了就三年模拟五年高考等你呢。高考用得了五年吗？五年模拟三年高考，也难怪您这卡当件死裤的，您这。哎呀，郎老师现在知道一点学问就年年自喜的。沾沾自喜啊，是这成语是醒出来的，是怎么？咱就别老沾沾黏黏了啊，是别沾沾连连的了。哎呀，行，现在来说有人气，有人捧，哎，大伙捧啊。现在来说吧，啊，郎老师现在没想到吧，在上海也有这么好的人缘。我也没想到啊，还花钱雇粉丝。哎呀，谁呀？好多，我看他不都是你看，你看看，瞅瞅，我没花钱。行吧，现在来说呀，有人支持是好事儿。对，相声呢也走向了更辉煌的这一步，蓬勃发展，我也很欣慰。您，不是，这话一般都是郭老师说的。人来的不少啊，我很欣慰。对，是跟您没关系，我知道跟您没给我没关系。对，我说良心话啊，因为什么呢？我看着相声好，我也开心。现在你看，师傅啊。又在天上，怎么着？飞呢，正飞着呢。啊，这两天在国外飞呢，我师傅。欧洲巡演。对，可能过一会儿啊，就顺着那个缆绳，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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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就下来了，端着枪，哒哒哒哒哒哒。好家伙，这俩魂斗罗是吧？确实有一烫着头叼烟卷的那个。暴露。但是那个发量可比师傅密多了的。行啊，还穿牛仔裤呢。是啊，不是您先等等吧，咱说郭老师。对，您怎么这感觉好像您不是咱们这块儿的。哎呦，我确实我不是此地的人士。哦，那么您是哪儿的马粪呢？这路话我就不爱听了。什么叫不是此地的人士啊？说良心话啊，我呀、啊、说相声是玩票。哦，你主攻印贼作父。我揍你了啊！那就不要互相伤害了。你还想咋的？滴滴打车呗。我这点遗产你全继承了。没有，没看见您的蚂蚁花呗。哎呀，就剩我的血糖，你继承一下、啊。不不不，我拿我的钻石跟你换。我早晚给你腰子嘎了。那你就得意了，你换俩手机去我。
马上出新的，不是，咱聊点别的，咱聊点艺术吧。啊，是您怎么着？怎么了？看着相声的蓬勃发展，您欣慰？还不是相声这圈的。我呀，不瞒您各位啊，啊，我呀是个唱戏的。哦，您是一个戏曲演员。您又不敢说演员，演员这个词对我们来说很神圣。哦，您不敢说演员？对，那您是大师。怎么这么不要脸呢？脸算什么？哎，这不是我们说相声经常说的吗？要脸干什么啊？要想卖，脸朝外。哦，这是以前艺人的老话，对不对？嗯，我们啊，过去都管我们叫戏子。那戏子那更早了，那是对演员的蔑称啊。老话怎么说呀？啊，对不对？你们无情，戏子无义。我没听过这个老话。你百度一下。我不去。上网搜一搜啊，有没有网，有没有手机，有没有电脑？你是不是孤儿？我要是孤儿，咱就两辈单传了。反正你差不多得了啊，得了。再说一声，那边我给你打总账了。您说，我就问问您，您是一个戏曲演员，哎啊，那您唱哪个曲种呢？京剧。哟，还是国粹啊？国粹。怎么着？国粹。您这嘴里有生煎是怎么着？什么叫生煎啊？啊，随便啊，说你懂得这个吗？哎，我们也会呀、啊，有机会吧？跟老师一块学习过。你不用跟学，今晚上你来我房间。来您房间干嘛呀？我把我这点宝贵的东西都给你。您拉倒吧，我上您那儿干嘛去？我传给你啊。我不用您传授啊，我跟郭老师也学过呀。哎、京剧我们也略知一二。他略知一二？不，他略知一二，我略知一二。我要是一唱两句，您能知道吗？哎，别说唱两句了。就我这点基础，只要您一张嘴，我就知道您唱的是什么。能耐可有点大。哎呀，这还搂着说呢。那你听这个，您来吧。哪段？您这个。对不对？你听见什么了？就对呀。您呐，您有点拿我们玩笑了，您得出音儿啊！您这有点玩笑了，您光张嘴不出音儿，这不行。听这个啊啊，娘啊！我一话筒怼死你我啊！哦，这段叫上海认亲，不跟您闹了啊！您别光出这虚字儿，那我来一个马来，哎，我唱的是马。什么？您怎么沾粒就走啊？这马还，我听他们答应了，人家没答应。您别带动，您唱整句儿，唱整句儿的，唱整句儿的，我能给您接上，听听啊。将身儿来至在大街头，尊一声别为那宾童，听从头，一不是响马顶着头，二不是带人呐、啊。谁踩你肾了？怎么了？这儿不用高腔，而且我都给您接上来半天了。你唱了吗？多心酸呢、啊！呀，我刚才我光自我陶醉了，都没有听见你唱哎。我早就唱了，这是哪段？南起界呀，好三家地，好吧，好吧，真正的 啊, 啊，刚才这是唱吗？这是六六嫂子，什么？六六嫂子，六嫂子，你不问问你哥乐意不？怎么了，哥？又不开心了？你去把那药给我拿过来，你说，大郎，什么乱七八糟的？该喝药了。喝什么药？喝药啊！您净来那闲白儿。听这个啊，嗯，我再听听。此世间不可闹笑话，你得听我唱。此世间不可闹笑话，胡言乱语怎瞒呐？咋在长安是你夸大话，为什么事到如今？你老抢我话筒干嘛呀？这段是会了是吗？这都给您接上来了。好吧，好吧，好吧。那嗓都撅折了。那个啊，来、哎，哎，吓我一跳，不给你面子了。我只言。
气在忙打拔剑斩者殿下扬怀王爷曾把指点，哎呦，你看，你跟那个母猪发情似的，你是问你干嘛呀？前辈，您比我学的像多了。快喊了，行了行了，我一叫马儿，他一学那个，你刚才就笑，还有动作呢，你。哎呦，没有您那夸张啊。行了，不用行了，我们都接上。真能唱是吧？多新鲜！给你留出下句的，听这个啊。传林海，传雪原，没到你呢。起床，噔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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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了。不是接不能接吗？小孩。吓我一跳！别别别别别！我都不敢抓他腕子，我怕他那表又丢了。行行行，不是行行，告辞。您呢？有点基础啊，小表辈儿。您这叫台上阴人，老帮菜。行行行行，这么着，你要真能唱，今晚来我屋，好不好？我让不是就好像我不住酒店似的。你来我屋，今晚我让你喊一宿。喊嗓子，唱戏嘛啊啊！你就在屋里啊啊，你就喊去吧，啊啊啊！咦咦，我以为他要寻亲叫我叫一宿呢。真的，您呐，您别来这，你能喊一宿你？我不用，不用。我咱要咱要能，我给你嗓子打开了。我嗓子打开了，那嗓子那叫喊开了，还打开了，对啊，打开了啊啊！声音发散性的，扩散性的，对对发散性的，对的。然后三二一技能。没有那个，那没有也不用那个，我能吃你吗？我也不想尝到甜头。来我屋咱唱一会儿，不用上您屋，在这儿就行，在这儿唱。同着好几千位，展示展示您的风采，展示展示您的京剧艺术。我倒无所谓，我怕你一会儿唱错了，观众一笑话你，你在台上砰自爆了。我有什么呢？我也不怕呀，炸一地肥肠。就不能再来一份四季烤麸吗？炸肥肠干什么？还有结石水晶。那你得拿冷布瞪出来，那是啊。这里包不用说，就在这儿唱，就在这儿唱。对了，行行，好吧。你要不怕丢人就行。我怕丢什么人呢？您不是您唱的好吗？行行行，咱在这儿唱他一出《黄鹤楼》。黄鹤楼，好不好？好啊，知道黄鹤楼吧？知道，多钱一盒？那得看您抽粗的抽细的了。哎，我喜欢那个细点的吧。哦，你不喜欢卡当间的呀？谁说黄鹤楼就是香烟了？是吗？朝辞白帝彩云间，万里长征人未还，姑苏城外寒山寺，蜡炬成灰泪始干。哪句是黄鹤楼？除了逗号句号一样，哪个一样？考考你，你别考我，这不是您的本职工作啊。黄鹤楼，三国的京剧。三国那是大戏，黄鹤楼也是大戏。唱完了，那就天都亮了。咱不能唱全了，怎么办？咱们掐去两头，唱两头。哎。那吃甘蔗来了是怎么了？怎么了？唱当间掐两头。哪哈啊？哪儿唱哪儿？咱们就唱这个刘备过江起，张飞闯帐篷。精彩的地方就叫戏湖啊。有没有大小小桥？没有，没有大小。刘备的戏有什么大小桥、啊？咱俩唱刘备戏貂蝉啊，不是那个，这个董卓戏貂蝉，来这个多。黄鹤楼不是凤仪亭。哎，刘备娶亲怎么样？那是后边，那不精彩。你扮演孙尚香，香香、我扮演孙尚香，你扮演老王吧。我扮演刘备。你们家刘备这么出来的？刘备开心啊，入洞房喽。都不知道您这刘备从哪儿看出来。刘备没有啊，就刚这儿啊。对，
就到这儿最精彩。行吧，行吧，行吧。啊，那咱们分配一下角色。不用分啊，都给你。您都不带脑子来，咱俩人唱戏，角色都给我，您干嘛呀？我揍你啊！凭什么你就打人呢？我唱多少年戏，你哪唱错了，鞭子我啪就抽你。不用，我要唱错了，您现场指正，您也得唱。有鞭子，我得知道我哪地儿错了，怎么改呀？行吧，对不对呀？那这样，我先挑，你先挑。哎，对，你挑，剩下你再挑。我，那不用这么麻烦，我直接包圆就完了。你先挑，我挑完了，我给您分配。刚才说了，刘备过江体，张飞闯帐石。啊，那我刘备，那我刘褥子，我要沙发，我要空调，我得留着电视看球，我得留洗衣机洗洗内裤，那冰箱里边我得拿走，有冷饮，还有微波，咱俩分家来了。不是你说的要刘备，我说刘备不是刘备货呀，刘什么？刘备，刘玄德，那叫刘玄德，姓刘名备，字玄德。我要抽你了啊！姓关名羽，字云长；姓张名飞，字翼德；姓赵名云，字子龙；姓张名鹤，字立民。非得把名给说出来？废话，你非得说出这个来呀？不说刘备、刘玄德，我知道刘备、刘玄德。对，哦，我呢？您来诸葛亮，谈姓朱名葛，字子亮。这位我怎么不认识呢？诸葛亮你不认识？父姓诸葛，单字明亮，哎，道号蜗牛。蜗牛。跟蜗牛没有关系，卧龙，卧龙，哎，对，种族那个卧龙，哎，卧龙，善观金，夜观天象，知谁在尿炕，是吧？我说他得要洗衣机洗裤衩子呢。夜观天象，知天下大事。对了，周公吐哺，天下一心。那是曹操。会得多呢？你会得多，您把它摘出来好吗？我知道诸葛亮，对不对？先帝创业未半，哎，对了，而中道花光预算，怎么这个《出师表》是这么背出来的？中道花光预算，烤串儿啊？煤炭了，煤炭了，找卖炭翁去借呀。你会的还不少，您会的比我多。行吧，原谅你的鲁莽。您来诸葛亮啊，诸葛亮后边还有一个张飞，张飞闯帐嘛，我来张飞，太粗了，前边刘备，后边张飞。好吧，好，这您受累，跟我搭搭桌子。什么？搭桌子？对，搭不动。军师，我出来的时候都摇着轮椅出来的。您先等会儿吧，您是诸葛亮。诸葛亮每次不是孙膑。你看诸葛亮每次出场不得有人推着吗？拿小车啊推着他啊。人那是木车。对呀、啊，不是轮椅。差不多吧。差远了。再说您不是还没演呢吗？来，俩人搭，省事儿。军师还搭桌子，受累。你来啊！啊，好重哦！我这儿搭，你这儿摁，它能不重吗？这个圆规是诸葛亮发明的，跟圆规有什么关系？您那儿不动，您成圆点，我这儿成半径了。来来，靠边。真费劲，好 man 哦 ，muscle， 什么骚？骚的一声，不是，我生不逢时。我刚才你不是哪儿骚，得撩开，撩开。我给你又触动您的本行了是吧？啊，撩开你搓搓。行了，您那英文肌肉的意思。哎呦呦，还肌肉？腰腰多少钱一斤？小鸡嘛。没有，小鸡刚下台啊。还缺把椅子，我去，我怕你废话多。对，我跟你争了吗？根本我就没去。你去，我干嘛？你都说去了，这是言而无信的，怎么？大丈夫男子汉，说实话，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吐地上就得是一个钉。磨磨唧唧的。哎。怎么这老宝贝儿怎么这么不抗斗呢？这了，挺好的。不好意思啊，耽误了七秒啊。七秒钟你能干很多事情吗？你比我强啊。那是了，这回知道了。还能搓四个人呢。行了，咱们现在可以开唱了。开唱了 啊！别开唱啊！唱戏穿那个寿衣得有吧？
不用吧，你能扛到明天？穿那个戏服，戏服，您说的那得说的是行头，我们这儿没有，没有，没有。要不你来我屋，什么都有。我去您那儿啊，我就怕我得穿寿衣了啊。没有，就这些东西。没有啊，对，没有。谁知道我是诸葛亮？那没办法了，怎么办？这我们这儿也……哎，简单的，包一包头行吗？就拿这手绢啊。对，嘿，要不说这人聪明，啊，其实我们这个京剧表演呀、比相声要复杂。他这蒙面大盗啊！哎呦，干嘛对自己这么狠呢？勒这么紧呢、啊？这好好紧绷呀！好家伙，都不用做面膜了，这是。啊、不是我想问问，这是小便，这是家门不幸是吗？等你死的，你得给我摔盆儿去。你才是长子呢，他连长子都不是。你看，您戴这是什么呀？戴这个啊，帽子，诸葛亮的帽帽。这是诸葛亮的帽帽，羽扇纶巾嘛。啊，得得，也就作笔成样吧。对，行，您这就是诸葛亮了啊，我也就不化妆了。这回可以开唱了吧？开唱。开唱，那您到后台呀、啊。走。您可还得打家伙呢啊！啊，您打家伙没有乐队老师啊？没有啊，没有乐队，我跟你唱个六啊。要不咱跳个舞吧？还唱个六呢？你来我屋，什么都有。哎呦，你说吧，跟你说，我发现这是一个音桌子、椅子、这锣鼓、家伙啊、皮鞭、蜡烛，什么都有。咱们呀、啊，唱的就是前边。不用蜡烛办理这个会堂婚礼没有吗？没有婚礼。诸葛亮娶亲，蜡烛洞房也不用马鞭，马鞭鞭子骑马，他们这都不用，都不用。您的那个太生动了啊，不用啊，咱们就拿嘴伴奏，拿嘴，我上场您打家伙，您上场我打家伙，行，没问题了，行行行行，来吧，慢一点吧。轰隆哐啷，轰隆哐。轰隆哐啷，轰隆哐，轰隆哐啷，轰隆哐。我没开呀！我没开，我没开，我没开，不了 ，biu biu biu， 我打死你！你出来！行啊，你可会挺多呀，我没开都知道啊。废话了。您这是锣鼓家伙吗？轰隆哐啷吗？锣鼓家伙不是这个家伙。打什么家伙？小锣啊。小锣，对呀、啊、不就完了吗？哦，小锣，嘿，小锣，说小锣，有老锣吗？老锣，好，一家子都来了，您往外站站吧。 C 锣，哟呼，还知道 C 锣子。意大利，我怎么这么喜欢他们呢？我喜欢篮球。哦，拿起嘴就说那是足球啊。我喜欢姚明。可以喜欢姚明没问题，但那不是姚明的事儿，也不是说 C 罗小罗这俩字儿。说什么？说什么搭得。你说搭得呀，我倒知道，我倒知道小罗搭得，观众不知道。说的小罗，我这一搭得，观众就说好的小罗呢，说好的承诺呢。观众也不知道您喜欢篮球能说出足球明星来呀。棒槌。哎，我是棒槌。搭得啊。大爹，大爹，这小罗吃咸了。大爹，爹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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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来！哇，你居然还有脖子，蒙蔽了我这么多年。我也头回想。一个京剧小锣能给颈椎做康复，这么多年你都在壳里边待着，你哎呀！废话，这两天下雨，你不知道吗？你管着吗你？啊，我这您这就别得得了。你不让我快点吗？我这让您打住，快点，你送我上哪儿？你说打住不就完了吗？真是了。哦，是，大爹，大爹，大爹，打住。
不是，你让我亲谁？我什么时候让您亲谁了？您的玉簪，你来一口。我的意思是你先上，万一他还手呢？不还手我再上。我天哪，你太厉害了！合着咱俩这发微信呢？差不多吧，我都差什么不都？您得跟我一块儿出来呀。那你说同场上啊？好家伙，你收拾收拾，我假牙上那甩出去。您这么哎，假牙，你真是一个无耻的演员呢。现在不有耻了吗？是啊，他就回来了。行了，同场上啊，同场上。大爹，大爹，大爹，打住！哎呦，干什么？离我那么近干嘛呀？你不跟着你吗？不用，就这距离可以了。接着打架吧。哒哒哒哒哒哒爹，我们俩拜堂来了。啊，先生啊，娘们儿，何出此言呢，老师？先生娘们啊，先生啊，太太。不是，太太也不对，老婆那更没有媳妇儿，都是哪个年代的了？您这屋里的贱内，我不是糟糠，欧巴桑。您呐，就这么一个名词，不用百度那么多回。说什么？我叫您先生，您叫我主公。哦，对，主公啊，先生啊，主公，这一曲动物过江之事，你把姑害苦了。哎呦呵。谁害你了？您别打人呐！谁害你了？不是您害的，不是我害你。跟我说，诸葛亮害的。找诸葛亮去啊！我上哪儿找去呀？我上你哪儿找去？咱们唱的是《黄鹤楼》啊！怎么了？我来的是刘备啊！您来的谁呀？诸葛亮啊！So， 我错了，是您的剧中人害的我剧中人。那你把我怎么样？我不怎么样，咱往下唱，跟您本人没关系。破笑帽子还甩呢，啊，先生，还没毛呢。先生，娘们儿，主公啊，主娘们儿，主公，主公，这一曲动物过江之事，你把姑害苦了。哎，不是我害，是不是您害的？打家伙呀！轰隆哐啷，哐啷起来的，哐啷起来的，哐！我卖点力气行不行？可以呀。哐啷起来的，哐！起来，抗浪起来，抗！这罗跟你有仇啊！卖力！恼恨先生诸葛亮，擦！你比孤王去过江，擦！龙潭虎穴故取呀闯。唱浪起来的，唱浪起来的，唱浪起来的，唱。那什么，我不想去了，我。太卖力气了，小白捡回来。甩没了。唱。啊。啊啊啊啊啊驴啊，这俩是又发情。没有发不发情的事儿，您到这儿有句话好吗？山人送主公，老词儿，就是老词儿了。山人送之公，分明是送孤王去见燕王。山人送之公，免山人再送主公，再年山人再送主公一点儿，一点儿都不要送了。山人再送主公一奶奶，还有这么多词儿啊？一奶奶嘛，就这两步了，我都快掉下去了。马上头一排的就看见肥肠了，还能看见结石呢。您呐，就送一句，后边该您唱了。你倒打家伙呀！这还用我说吗？打架，扛浪子来的扛浪。
子来的炕，浪子来的唱，恼恨心生诸葛亮，你比孤王去过江，龙潭虎穴孤王去闯，扛浪子来的扛，浪子来的扛，浪子来的扛，杀人送之歌免你妹妹免呀、啊、我免你姐夫，您让各位听听刘备送刘备啊，真假刘备 cosplay， 这怎么还有真假的，谁是真刘备谁是假刘备，闹得玉皇大帝那六儿刘备，六耳刘备，刘备两耳就垂肩了，六耳，对啊，您那您别来，快请如来佛祖，老师您先闹明白了，不是西游记，三国演义，哦知道三国，刘备你诸葛亮，您唱诸葛亮的词，诸葛亮什么词，就这四句，您哪四句你说说我听听，主公上马心不爽啊，对，山人八卦袖内藏，嗯嗯，江山且做中军帐啊，等候涿州易得章，哦第一句再说一遍，您现背是吗，我看看逗号跟我们的一不一样，跟那黄鹤楼那四句一样行行行啊，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袖内藏，江山且做中军帐，等候涿州易得章，放心没有错不了的事儿。好嘞，可是他就没对过，这儿还有两句，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得章，好嘞，好家伙吧，扛浪子来的扛，浪子来的扛，浪子来的唱，主公上马他心不爽，山人八卦袖内藏，将身儿且坐在中军帐，等候涿州易得章，易得章，这是哪个诸葛亮啊，不是这个词，不是这个唱法，不是这个调，不是这唱法，主公上马的心不爽，山人八卦袖内藏，将身且坐在中军帐，等候涿州易得章，一座山连着一条河，千水万山，你会的够多的呀，这也不对啊，那个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就在哪个袖内藏，将身且坐中央中军帐，等候涿州易呀易得章，有船吗，多好多好，当当当当当，你看看啊，你说我要去他那屋，你们看得见这个吗，哎呦咱俩在屋里边那声行了，老师你太厉害了，除了京剧您全会，谁说的，您得唱二黄啊，诸葛亮二黄什么调，主公上马心不爽，擦你唱，主公上马心，打家伙，擦，我打，你打去，硅胶给你打掉了。扛浪子来的，扛浪子来的，扛浪子来的，唱。主公上马，他不是打死，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二黄，主公上马心不爽，战人八卦袖内藏，将身且坐中军帐，等候涿州易得章，扛贼藏，哼，报名，我叫张鹤伦，张鹤伦干嘛，诸葛亮，我叫诸葛亮，你上这儿应聘来了，那两句词儿，稳坐中军帐，洗洗更健康，什么什么易得章，对对，喜喜易得章，等候，等候易得章，走了，得得得得令得一个令得大起大得，有张飞闯进了中军宝帐，叫一声诸葛亮，有话商量，上屋上屋，死去，你这绝对够上我屋的资格，就您这锣鼓家伙，那是张飞出来了吗，这不是张飞他妹妹吗，您打快家伙，快家伙怎么打，紧急风啊，我这一走啊，将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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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台口，蹦蹬仓有个哇呀呀转扭子，我就开唱了，放心没有错不了的事儿，说那半天你也记不住，就有个哇呀呀，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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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记住了记住了，再来一遍，来稳坐中军帐，洗洗洗，等候，等候易得章，走啊，蹦蹬仓，哇呀呀，
我挖呀，我挖呀，你挖呀，你就告诉我，你挖吧，你挖。我这不怕你没有错不了的事儿吗？来来来，挖这一片都你挖，你家蓝翔的吧，你挖吧。你都挖干净了，我挖什么挖呀？打家伙吧。唱浪起来子，唱浪起来子，唱浪起来子，唱。心中恼恨知个了，唱。做事不与谋商量，唱。怒气不息报恩张狂。小心我打死把你砸轮椅砸了，我说擦知个亮啊，哎呦还咬人呢，知我就咬你，乖乖还猫的大熊王，擦谁擦我闹啊，哭夸我恨呐，大仓好恐怖，我闹啊，哭夸我恨呐，大仓好吓人，我闹啊，哭夸我恨呐，大仓你要干什么，我想吃了你，你干嘛呀，你吃了我，我这儿私诈您说话，山人送之功，哎呀我是张飞，山人送张飞，咦送张飞你不接李逵呀，山人接葵葵，那是不是要滴滴打车呀，没有了，就这一句，哪句，三将军进的宝帐怒气不息，你为者谁来，我不知道搁哪儿，就搁这儿，再来一遍，来何闹啊，哭夸哭恨呢，大仓将军进的宝帐怒气不息，你为着谁来，哎诸葛亮啊，你干嘛呀，我就为着你来，你为我来，扎扎扎上屋走、下面有请孟鹤堂、周九良。那个，真是不好意思啊。想必大家可能知道要发生什么了啊。刚才不小心把嗓子捅坏了。那个。真是对不起，这个今天演出可能只能到这儿了，啊！但是退票可以退，啊，没有关系，飞机票。我知道那个飞机啊、酒店还有那个高铁，那个票，您放心，我承担不起。但是没有关系，可以找周九良啊。你们可以找九良报销，啊，哎，就是实在抱歉，今天可能是，哎，回来，确实真是不好意思了，给大家说声抱歉，不认识，怎么了？撞大腕儿呢是吗？撞大腕儿我报销。你看，你听我这嗓子，我真说不了了，说不了，给人退票，知道吗？不是，退票了，退票就得你掏钱。看我嘴型，看我嘴型，滚！你这没有一点怜悯之心，我的你搭档，我现在嗓子凭什么呀？凭什么？也不是我说不了，你说不了啊！是我说不了了，你说不了，给人退票啊！我没钱啊，没钱你演啊！我演不了，我嗓子这样，我怎么演？演不了，你给人退票，我退，我掏不了钱。
你掏不了钱，你演。我演不了，嗓子这儿我怎么演？你演不了。你不说话了好吗？啊，那你说呀。我怕我也哑了。嗯，我也哑了，咱都少说，少说吧。啊，怎么办？只能退票。我告诉你，只能退票，只能退票。我也没钱，我也没钱。那现在，我你啊，现在有个办法。嗯，我办点贷款吧。你干嘛？办贷款。贷款啊？啊。那更贷不出什么款来了。贷款，你能贷出多少钱来？我问问你啊，厂租这一天多少钱？你知道吗？嗯，人违约金这多少钱？你知道吗？三倍。你知道吗？啊，舞台事故谁负责？不得你负责吗？啊，想想。要这么说，你薛老板确实挺厉害啊。你提他干什么呀？你说你干嘛呀你？演。演是吧？演。不贷款了啊？不贷了。对，咱就得演啊。好。对，咱演什么节目啊？坚持一下，一会儿就过去了。好不好啊？一会儿就过去了。什么节目？咱演那个，咱弄个新节目嘛。什么节目？那个歌声嘹亮。谢谢。排了三个月了，已经，你知道吗？这个节目特别难演，尤其现在。啊，来吧，开始。办贷款吧。你们老办贷款呢？我这嗓子我怎么聊聊？你别着急啊！你别着急啊！各位，您也别着急啊！这样，何老师，怎么了？稍等一下啊！你那搓什么呢？你抠什么呢？你把这个吃了吧。一死了之，好。这不是让你死，你死了以后违约金就是我掏了。这什么？我现在比全场所有人都希望您长命百岁，你知道吗？这什么呀？你不嗓子哑了吗？嗯，治嗓子的药，来吃了它。治嗓子？祖传秘方，只此一例了。就一例？就这个。这祖传秘方，你看我平时靠谱吗？靠谱什么？我平时叫凡怎么唱上去的？就是他。嗯。嗯，祖传秘方啊，我今天拿来给你用了，我真是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来吃了。不是这玩意儿可信吗？你不信我，你不信我爸爸吗？啊？也对，你爸爸干嘛呢？卖假药的呀。办贷款吧。老惦记贷款干嘛呀？你吃假药我能吃吗？给别人的是假药，你先拿着，你先拿着。你先拿着，哎，一会儿化了，要不然啊、嗯，一会儿化了，给别人的是假的，给我的那更假，更用心，你知道吗？哎，放心吃吧，您告诉你们吧，哼，没问题。你不知道我爸爸干什么的？我不知道。山东，在山东，你扫听扫听，无人不知，哪个人不晓啊？中医，嗯，中医，人送外号老山东。这外号跟中医有什么关系？老在山东治中医，哦、不是就是就这弄那个中医，反正、你爸爸是专治中医的。对，这药才好，你不知道吗？你我不是中医治得了我吗？这药才好，什么药材？山东
长白山人参，山东藏红花，山东非洲有羚羊角，你吃去吧，一吃一个不吱声，你知道？不是，我爸爸说了，我爸跟我说，小二，你吃就吧，吃完你的嗓子打湿，他就有凉音儿。哦，我试试，你吃吧，放心啊，只此一例。等会儿你这不是从哪儿搓出来的吧？你都入口了，这是进口药。哦，进口药，来吧。肯定，我告诉你，吃。我父亲说了，吃完这个嗓子当时就有小凉音儿。哎，这小凡，你就唱去吧。哎，怎么样？还别说，哎，还真有凉音儿了。哎，不过周九亮，我问问你，我嘴里这个山东话是怎么回事呢？你这个药是不是有什么副作用啊？不许胡说啊！怎么了？啊，饭可以瞎吃，话不可以瞎讲啊！不是副作用，绝对没有副作用。我们山东人吃完这个药以后，全说山东话。多新鲜呢！放心好了，那山东人可不说山东话吗？我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啊。虽然我出生在哈尔滨吧，那你我回老家，我这口音我怎么回去？我到老家，人家看我，我说你看书没有？人说我看你怎么了？我你再看一个试试，我试试就试试，这没有震慑力了。没问题，不是假药啊，不是假药，我这口音怎么回事呢？你嗓子有亮音不就完了吗？我嗓子是有亮音，你没解决根本问题呀、啊！你想把谁解决了我？我还是说不了相声啊！你这人死心眼呢，你死心眼，我还得办贷款啊！你死心眼呢？你相声那么多，你说一个山东话的相声不完了吗？些倒口类的节目，说个山东话的相声，对，学方言的相声，好主意，不完了吗？那说个山东话的相声，哎，对，咱说山东话都有什么相声？咱说一个窃洗澡，俺不会，换一个，澡堂会，没学过，绕口令，只会说普通话版的。那山东话版的你怎么不学呀、啊？当初不会说山东话，没敢学呀、啊。你现在不会了吗？这不完了吗？你这样啊，不着急退票，不着急退票啊，不着急啊，爸。怎么办呀、啊？现在？你看我都不急，那是吧？真的，你这样，你之前不会说普通话吗？那就。我这样，你跟我学、啊，我引导一下你。你可能现在一下没转变过来啊，因为吃完这个药，他可能有点这小脑萎缩什么的，是不是？谁小脑萎缩？你这个药这么大副作用呢？我没有小脑萎缩，就是你之前不是也是小脑萎缩吗？是不是？我之前什么时候小脑萎缩了？我这脚好着呢，你看啊，对呀，现在吃完这药，你这小脑不膨胀了吗？我膨胀了。对你开发方言了，给你。你现在会说不？你我普通话说不了啊！你现在我这样，我教你说普通话吧。你教我说普通话，我教你不就行？你还有你教我说？我说一句，你学一句不就行了吗？我带着你，万一你一带就是普通话说不了吧？对不住了啊！对不住了，好不好？我都给演员站台上现学普通话，你真是哎呀丢人呀、啊，丢人！来，真是不好意思。来这样，甭废话了。啊，好嘞，你们赶紧来啊！咱听着啊！啊，我学你那个话。今天我给你说点相声。多哎，多没有哦！今天我给您说段相声。今天我给您说段相声。今天我给您说段相声。
别急别急，你看我都不急啊。哦，我也摸急。我咱往下，咱往下来。好，往下说。往下说。哎，对对对，一相声可能没转变过来啊。好嘞，往下说，不着急啊。哦，今天我给您说段相声。今天我给您说段相声。行，往下啊。相声讲究四门功课。相声讲究四门功课。哎，说学逗唱，说学逗唱。要说这个说呢，说的可就太多了。对，说的什么蹦蹦蹦蹦蹦蹦，憋死妞儿绕口令，对不对啊？啊，对。啊，学呢学的就多了啊，包罗万象啊，什么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浮的、草坑里蹦的，哎，还有什么来着？还有大姑娘、小媳妇儿啊，啊，大小妹妹吆喝呀，是不是？哎，我就去那个大姑娘、小媳妇儿，你给学一个，我学的可像了，来呀。不是，你怎么拐我这边来了？我听着比较亲切，可能我想家了。你这谁教谁呀？你山东还有什么特色能让我演的不？你山东换你这样吧。山东特色让我演的。山东啊，山东你换个，哎，你唱个山东快书就行。山东快书，听好了，山东快书，可是我没有带鸳鸯板啊。鸳鸯板，我跟你学呀，鸳鸯板啊！你还能学鸳鸯板啊？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当了个当了个当。山东快书俺不会，不会你提它干嘛呀？不会呀、啊，不会山东琴书会吗？哎，琴书行啊，琴书我一张嘴就能来呀、啊，琴书。那个日头西出东方落。哦，反正话这叫哎，公鸡下蛋再保我，呵，真不错，真会啊，就会两句，你坚持不了一场啊。那山东大鼓会吗？山不会。山东吕剧不会。柳琴戏不会。别着急啊，别着急啊。我这就办贷款好不好？我再问问，我再问问啊。关于山东的，你会什么吧？你就说，淄博烧烤。我拿小饼卷死你！我，你拿签子扎死我吧！你这样，这赖谁呀？这这样，你。你甭管了，反正你唱歌，你唱歌，直接演歌声嘹亮啊！对你直接唱歌就行。你可拉倒吧，我说话都这个味儿的，我唱歌能行吗？那个，哎，有人就这样啊，说话他有口音，但一唱歌就没有口音了。谁呀？我爸爸呀。你快不提你爸爸了，你不能一提那个老头我就生气嘛，你就不能不信老山东啊。那我给大伙儿唱一个试试。对，你试试试试，万一行呢？试试，来，就唱那个咱那个歌声嘹亮的第一首歌，那个一起好不好？唱那个一起，开始了啊！啊，行，好。还是那个时间，那相机拍着照片，还是对面的你们陪着我拉呱，拉呱。拉呱。拉呱普通话怎么说来着？拉聊天儿，聊天就是拉拉家常啊。拉呱，你这是说唱，你说唱太像说了。哦，我就唱那个，你直接唱，唱。谁在一起走下去，幸福的时间短暂中，这也不好听啊。我换换别的吧，我换一个别的吧。换个歌说这个说普通话比较标准的那个歌曲，嗯，哎，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那个 SHE 的那个，对、啊，可以。那个什么的怎么唱的？我想想啊，各式样的肤色，各式样的头发，大家说的都是山东话，全世界都在说山东话。孔夫子的话，哎，孔夫子是那个山东的吧？咱别愣找了，行不行？咱别愣。你现在就琢磨呗。你这样，这个歌我肯定唱不了了。你这样，
现如今只有一个办法了。什么办法？我逗哏，我逗哏。凭什么你逗哏呀？怎么还有凭什么呀？你会什么呀？我会说普通话呀。这会儿就甭犟了，我却无言以对。啊，这废话，也是会说普通话，但是人家观众来了，人知道人逗哏演员是孟鹤堂。好听你们的呢。哎，我这个人好说话，那行，你都给你会什么呀？你会几段啊？我会一段。他就会一段，我会八十多段呢。你八十多段，你八百多段，你现在说不了，逗不了啊。你说的摸摸，赶紧来吧，要么我逗哏，要么贷款去。那。前面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啊，前头就是一个我们就是小互动。那我捧哏我就不能多说话了是不？你少说话，大伙儿听不来了，就是听不出来，你知道吗？好嘞，好嘞，少说话啊！我看你小子能，咱们从鞠躬开始。我看您能逗哪一段，我看看。想想来哈。你来这是做嘛的呀？跪。有多远你给我滚多远你什么玩意儿啊你啊你站这也说个山东话的相声你就会一段就会这个山东话版的那个绕口令吗什么玩意儿你当时学的就是山东话你看这叫什么事儿我嗓子是治好了口音变了你这怎么办呢这你这老头这你怎么着你给你爸爸打个电话你给他打电话干嘛呀他做的药万一他要有解药呢对不对行我试试啊你给他打个电话行我试试啊这你哎爹呀你问问呀你问问我没在山谷里头我就说相声呢对现在有那么一个事儿 啊我那个搭档他叫孟鹤堂你认识吧啊对对他嗓子不是哑了吗哎对就是你我给他喂药了就是你给我那个药丸子啊对就是那个药丸子锦嗓子狗宝什么药你再说一遍锦嗓子狗宝我要知道这个药名我死也不吃啊你还真灵啊那这嗓子当时就有凉音了还得是您啊您是真是老山东啊你快过捧他了你问问怎么办呀 啊这现在有一个问题啊爹他说话他现在说不了普通话了什么好主意啊行哎怎么说的老头我爸让你去山东开专场哎他同意了他同意我同意说了我同意你跟你爸爸一块儿滚你爸定吧你们说没呀我跟你这么说你问问你爸爸有没有什么医学方面的解决办法您老听见了啊对啊什么还能那么炒作呢明白了好怎么说的你爸爸那爹说了小二你过来你跟我就不要说山东话了好不好你说那个山东话我又听不懂他是我爸爸说啊就是让你这个再吃一粒儿你就能说普通话你不说仅此一粒儿吗你这小子嘴里没实话呀你这小子这是试用装仅此一粒儿这我那我再吃一粒儿不就完了吗你再来一粒儿能行哈再来一粒儿我再吃一粒儿你这两粒儿拿回去你不用你这药量太大了我这劲儿太大了小脑都给我干萎缩了我这放在这个试用装里头再吃一粒儿就好了哈准好了再吃准好对再往
但至于肯定行了，没问题了。嗯，他是要是能行的话，哎，能说怎么样？普通话怎么样？哎，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哎，好了，哎，地道老北京，哎呦，回来了，您这多棒啊！哎，我爸，我们哥俩给您说相声，好不好？啊，让周九良给捧哏，真棒！你说话呀，我说了，朋友们，哎，那个孟鹤堂，你先捧捧我爸爸，你倒是说话呀！我说着呢，啊，我说着呢，什么？说话呀，大点声！这怎么了？你怎么还跟我比划上了？你说话不就完了吗？我嗯嗯，啊，好，好，好，要打个电话，他要。你没吃药，你怎么说不了话了呢？哎，爹呀，现在又出问题了。是他现在是说普通话，但是他听不见了。什么？这个副作用它是随机的啊？那啊 ，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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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no problem， 拜拜爹爹。怎么了？你这小子怎么光嘎巴嘴不出声啊？这都说呀，怎么了？我爸爸说让你再吃一粒儿啊，让你再吃一粒儿啊，直接吃吧。怎么又给我吃一粒儿啊？啊，能听见了吗？能啊。怎么了？拉你哎哎哎啊！我爸爸是不是一个老山东？不是，你爸爸确实不对。反正刚才吃上有凉音了，说话也没问题了。哎，行行啊，那直接给大伙儿唱歌。好，直接唱吧，来啊，歌声嘹亮。谢谢啊，谢谢。哎呀，行了，一切恢复正常了，重新开始。你闭嘴吧，我唱啊，真能听见了现在。来吧。心在一起走下去，幸福的时间短暂冲破世界，爱你拥抱着瞬间会去考验。等会儿成一怎么了？上不是咱这个相声上来不是包袱，上来是正常唱，后边是包袱啊。我刚才是正常唱的。嗯，你不知道你自己跑调了吗？我跑调了？我是最爱唱歌的相声演员，我能跑调？心在一起走下去，幸福的时间短暂冲破。完了，我真跑调了！跑调，快再给我一粒。您再试试吧。再给我一粒。嗯。心在一起走下去，幸福的时间短暂冲破世界。行了，这回我说话在调上了吗？你说话不在调上。我说话不在调上了？你唱歌在调上了。快快快，再给我一粒。再来一粒吧。来来来来，快来吧。这玩意儿有点拉嗓子呀！这在说话，我这个这个我这个我看到，这什么我这个这个。你喺边度啊？我哋咯喺铜锣湾脚边。
我现在说的是什么话呀？太好了，我又能说山东话了。还是山东话好。再怎么着，咱能说山东话呀？哎，还行。那没用啊。怎么没用啊？你说山东话，现在说不了相声啊。我们说不了相声。怎么说得了？有个办法。什么办法？咱们去山东说相声。接下来请您欣赏郝伦哥，表演者张鹤伦、郎鹤炎。谢谢大伙儿啊。你给我滚一边去。不是姐们还妈妈爱你，你混哪个坟头的？怎么说话呢？他在这妈妈爱你。你行了，你个小钱家家的，你个妇女家家的，跑这儿的时候认亲来了。你但凡你有对象，你也不会来这儿的。怎么说话呢？这都几个单身的，我都看着他们了。没完了，他们四个抱成团，这叫什么抱团取暖吧？行了，挺好。别对付啊，脾气不太好，知道吗？哎呀，想来这我吓着，我怕吓着你们。我跟你说，台上都吓着我们了，真的。真的，我不瞒你各位，他北京混多少年了，怕你们北京尖沙嘴的，这是上海油麻地的。您先翻翻地图吧。啊、怎么了？他们天津铜锣湾的，我知道吗？都搁一块儿了。对，都不是外人。嗯，来到这儿都是为了开心来的。是啊，这样吧，我们呢也是啊，给大伙儿，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嘛。你看，有能说的啊，有能唱的，有能表演的，有能表演的，基本功我有啊，你们几个嘲笑什么呀？真的，这在这个相声演员不是在这个，你是不是踩着他们肾了？闹了一下了？开关不是在你那儿呢吗？就是说在这个舞台上，你要没有点相声演员的基本功，你怎么立足啊？嗯，是，对不对？比方说吧，相声演员的基本功，绕口令。绕口令啊，对不对？绕口令就不说了。那您说他干嘛呀？这简单的嘛，对吧、啊？要不咱们这么着吧，要不咱们那么着吧，要不咱们怎么着？您这不像绕口令，您这像泼妇吵架、啊，这是。要不那红鲤鱼、绿鲤鱼、驴那种，全是驴啊，红鲤鱼、绿鲤鱼、驴。对，看你这就是有点口音了。得，那我别说话了，我这是口音。对不？都有这个，打南边来个喇嘛，打这边就都有这个吧？啊。我来个最简单的吧。最简单，我考考你们，你们要能说出来，今天我认输啊！好了，最简单的考人，书费、本费、书本费，连说三遍。书费、本费、书本费，书费、本费、书本费，书费、本费、书本费。哎，捡起来！你一个月工资买不了他这一话筒。我跟你说，还没有话筒，我真怕他拿我这个。行。你们几个可是有备而来，啊，考你个别的，我不要这么着吧，表哥，谁考谁呀？表哥抱表弟，这个你也行。好嘞，好嘞，好嘞，不考你们。哎，那个谢顶这大哥，我看你半天了。别考人家，人家给你拿的野子。大哥，只要大哥能说来书费、本费、书本费连说三遍，今天我磕一个。大哥，你说一个。书费、本费、书本啊！来，你先磕一个吧。大哥说。大哥不说。你说。咱就别书本费了。我找一个吧，来，那个第二十二排的胖子。你先数数第几？老有他的事儿。哎，大哥，你喊说出来，来。我一个旋风脚，我旋你那块儿。豆腐，来第34排的胖子，我说一个，豆腐。
不知道吧？行了，今天我看出来了，今天来说我挑战成功，因为确实这个什么就挑战成功了？书费本费书本费这很难的，你说三遍来。书费本费书本费书费本费书本费书费本费书本费。你看，这是一个合格的相声演员。我用您评价我呀？这演员的基本功都得有，这是比较最简单的。是，其实你们私底下练练这几个字连起来很难。啊。我找一个没练过的，他们几个有备而来。你说你来的都练过的，来九南呢？九南，来张九南，你上来，张九南。哦，没事，他打针了，他啊他没来，他拉倒吧。你看这个，我跟你说，我那意思让张小南上来，我他不信你会这个，你跟你说。这什么话？这叫是啊！不信你能说上来啊？绕口令这我们基本功都得会，书本本费，书本费，书本本费。你那等等，不是，轮儿，咱们第三个节目就拿这抻时间吗？这个开玩笑的，弟弟们，你那眼睛看清楚了？书费本费，书本费，书费本费。这是错误的示范。对。好了，接下来给你们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一个更错误的。书费本费书本费，哇，好，对了，一遍，书费本费书本费，两遍，再慢点，怕连不成句了。都会残不得漂白戏。书费本费书本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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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简单的。比方说吧，再有难的那个绕口令，还有什么呀？更难的，或者说我们的贯口啊，贯口。比方说地理图，老挝、向泰国、曼谷、缅甸、仰光、孟加拉、印度、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过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安卡拉、过黑海到乌克兰、莫斯科、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罗的海到芬兰、瑞典、斯德哥尔摩、挪威、丹麦、德国、柏林、波兰、华沙、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布达佩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索菲亚、希腊、阿尔巴尼亚。汤，好几百句，没有必要今天都背全了，因为再往后背呢，肯定会错。对啊。我以为再往后就得充值了呢。嗯，不是，他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啊，咱没有必要炫技啊。演员在台上来说每个字儿，观众都得听清楚。哎，你们还真听清了。哎，这个话筒为什么歪了？你要不拽的，他能这样吗？好，你放心，赔不了几个钱儿。哎呀，这都几个钱了，是不是？您懂我的。哎呦，我们这钱都拴在肋叉子上，动一动肝都疼。因为肝儿也拴肋叉子上了，这是说。再有就是唱，唱。现代人都喜欢听唱，是，尤其作为我们这些九零后的孩子。嗯。啊，错了，不开这种玩笑了。作为我们这些八零后的人来说，对于流行歌曲来说，闭嘴吧！干嘛呀？八零后他们还愚我？你踩什么上面了？这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我。不玩笑，确实是八零后，真是的，1880，对，别人迁坟的时候把我忘外面了。我回去了。哎，你站着，这今天蹦得格外高啊。今天腰腿好了。1985年的，嗯，对不对？我们那个年代啊，都喜欢听歌。哎，八零后都爱听什么歌啊？小芳，大哥，你真是哪个年代的啊？真是个女人，她能说出小芳来。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眼睛，辫子粗又长，是不是？小芳怎么你了？小芳吗？不是，干嘛呀？这是大会上之前的那晚上。你唱的是个魔方啊，这是小芳吗？能提出这种歌的来说，年龄肯定是都得是八零后左右了。对啊，八零后你们还听什么歌？嚯，特别的爱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的寂寞藏不住你的，逃不过你的眼睛。好，就唱一句，再听了就得充会员。对，他有点充值来了。老歌，宝贝，对不起，我给他们笑脸给多了这几个。那你能不能唱歌时候把眼睛睁开呀？怎么了？为什么老闭着眼睛唱呢？我怕忘词儿。哦，您那词儿都刻在眼袋里边是吧？那是眼皮，还他妈眼袋，眼袋在下面。哦，难怪眼袋这么大，都遮住眼皮了。
你真应该做做手术去。你少说话吧，我容易把你医保给你打欠费了。不是，我还有我还有公积金呢。我差不多得了，知道吗？今天笑呵呵的，别看你挺胖的，我不服你，知道吗？你有多少医保亮出来？真的，我这脾气不太好，今天赶上这今天这么人都来捧场了，老这么多笑话。别说别说了，就说说血糖升下去了，我这干嘛呀？我你看，我就说影响视力了吧，甚至有点要失聪了都。我不瞒你，咱俩今天要在台上，我跟你说，真说、哎、你能看得见我才怪呢。咱俩今天要在台上真说打一架，我不瞒，三十秒之后你就得跪下给我做人工呼吸。不，你休想！好了，你这样都不想得到我哈？好了，好了，好了。我的个天，拿我当吹糖人的。行吧，哎，应该是这个。哎呦，你今天有点新鲜的兄弟，有点跌度。哎呦，行了，今天是你的高光时刻。哎，你要相信光。谁说站在光里的才是狗熊？你就改吧，你就啊。哎呦，行了，嗯，哎，老老师，他也是八零后。哎，对。对不对？刚才说那些歌，我们都是一个年龄代的，耳熟能详啊！你一个年龄代的，八零后的吗？是。我们那时候都流行什么呀？您说说。四大天王。哎，没错。魔力青、魔力红、魔力海、魔力兽。不不，好像有点不一样。咱们是这个，咱们中国香港这边。对。啊，刘德华、郭富城、张学友、哎、张鹤伦。对。这三。火遍香港，在红磡我们都开过。没有最后那个。没哦，没有张学友。对。因为不是。没有张鹤伦无所谓吧、嗯、对不对？有没有我的，哎，人有黎明。 你会记住我的黎明。对，黎明的代表作是什么？这难不住我。今夜你会不会来？不去。那首歌的名字，今夜你会不会来？今夜你会不会来？黎明的代表作。对，郭富城。对你爱爱爱不完。还会跳呢啊。我可以天天念念夜夜在想。Show me love, love, love tonight. 相爱原本就是这么难。学我这个，这驴皮影呢？这跳舞吗、哎？唱的还真不错。哪看出像傻子的、啊？真是，这怎么就像呢？这。不像，不像。我有那么显得那么弱智吗？你们退票吧，来来来来来，师傅，把他们票给退了吧。师傅在天愿做比翼鸟呢。这点词儿你全学会了，孽畜。哎呀，行啊，大伙开心就得了，回忆上我们的青春啊，对不对？现在来说，你看听演唱会不都听这些人吗？对，是。对不对？有些时候仔细想想，其实咱们啊，嗯，不是说去追星的，买票不是这个吗？不是，那是。现在我们这代人听的演唱会不是去听的歌，哦，对不对？是你在舞台，我在人海，听的不是歌，而是我曾经的青春啊。哦，为什么现在伍佰人那么火呀？伍佰老师，他去听他的歌的全都是八零后左右。对。对不对？也还有好多七零后、八零后。哎，听见你说，朝阳起又落，就为了嘿一下。今天好像没有伍佰的粉丝。嗯，你零零后，你拉倒，你胡子都一大把，你零零后。您哪擦擦您的眼睛吗？哦，那刘海儿，刘海儿。刘这刘海能看成胡子吗？盘旋海儿，月牙海儿，行了，管着吗？零零后听什么歌啊？零零后听什么？小娟儿啊，十八摸。零零后听十八摸，你也得早熟了你。零零后我知道，人家的都听什么薛之谦，对不对？我能摸你的头发。
只是现在都没有了。如果有人在等他，拨弄他的头发。你这歌还倒装着唱是吧？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这不是薛之谦了啊，凤飞飞。这个年代的歌曲都知道。废话，粘头发的我都熟着呢。好，那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你可知道吧？我不熟悉，你那模仿我都没听过。凤飞飞那个年代，那就是那个年代的，什么八戒都在这天边，莫会有争斗。徐小凤，顺楼逆楼你也听过？啊，三楼我也听过，顺流逆流。哦，还可以啊。比方那个年代的龙班龙楼。赶紧过马路吧，噔噔噔噔，雇的 BGM 啊，那个年代的歌，比如说还有那个谁对谁好呀好，把必须留，噔噔噔噔，没有这个，不是这个，这不知道了，这知道啊，谁呀、啊？谭咏麟，谭校长的呀，哟，兄弟，我在这边呢。啊！我这边我感慨一下，你这真知道？不用感慨啊，是也知道。潮水会把佢盈盈一把开。陈百强。呀！他这每回感慨都不，我在这边呢。啊！听这个，再来这个啊。嗯。我在这边呢，我没唱，没唱呢啊。那边那个，黑妇女别这里，刘德华呀，要要。哦，你在这边呢，还真知道点啊，真知道点那个，唱点大伙儿现在听的吧。就大伙儿都有什么？对，一零后的歌曲吧。对，凤凰传奇是一零后啊。传唱度很高啊！什么呀？山连山连山外山，乌蒙山连着山外山。这我不熟，因为跟头发没关系。你们说点唱法。毛不易会那个、嗯。日出又日落，深处在深处。一张小方桌，有一荤一素，一个身影从容的忙忙碌碌，一双手让这世界有了温度。太年轻的人，他总是不满足，固执的不愿放下远行的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回头看他有没有哭。月儿明，风儿轻，可是你在敲打我的窗棂，听到这儿你就别担心，其实我过得还可以。月儿明，风儿静，可是你又来到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怕我睡得轻。哎，毛不易，这得说你，因为我没有。告诉你，有点毛不易呀、啊，这个经典吧？嗯。啊，林俊杰，那个当年我不骗你，听林俊杰，我当时正烤串呢。你这有什么骗我们的呀？你听相声的时候还烤串呢？我那时候在老家，2002年那时候啊，2002年第一场雪吗？不是说林俊杰吗？都会。2002年的林俊杰，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真是正烤串呢，天天听他那个时候流行什么，那个风到这里就思念，念住过客的思念。烤串不能有风。千千远远千千什么那个啊，不是圈圈圆圆圈圈，江南，江南，大家有这个林俊杰那会儿喜欢刘德华啊，包括后来，现在我其实喜欢，你看我唱的歌都是偏民谣一点，抒情。对了，前段时间那个，比方说最开始咱听的董小姐，那会儿啊，董小姐，下班了啊，换一首吧，董小姐。你的鼻子有两个孔。哎，你先等会儿吧。啊，您这不是董小姐，你唱朱刚烈啊，这是，对吧？民谣嘛。嗯。包括后来那个赵雷。赵雷。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把我画在那月亮下面歌唱，为冷清的房屋画上一扇大窗，再画上一张床。都是赵雷的歌曲。嗯，啊，这个民谣，喜欢。没有星星的夜晚。这歌给我整出病了，我因为这个小朋友，我现在我百度他，我的就人肉他，我跟你说，这不是刚才那小朋友吗？小朋友长大了，当年就在小剧场演那歌怎么前面怎么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没有星星的夜晚。哎，这回唱对了，当时没唱对，我后来就因为他纠正了我这个错误，回家我一遍一遍听。很复杂，我就为有朝一日我见着那个小朋友，我跟你说，我嘴对嘴我唱给他听，让他记住我。贺伦哥哥已经成熟了，哥哥，哎，这坑好啊！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啊，嗯，那首歌曲，现在来说，你看当年还有好多那个大伙喜欢的吧，我喜欢多的，比方说那个什么。可能西安城墙上有人誓言不分，可能要去到大理才算爱的认真，可能谁说要陪你牵手走完一生，可能笑着流出泪，某天在某时辰。对不对？我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周杰伦。哦，是啊，对，我们都喜欢周杰伦，我相信很多人都听，但是实话直说，周杰伦的歌其实你前面还能听，后面就得充会员。对，我以为你要说什么呢。对不对？周杰伦的小名知道吗？不知道。周杰伦小名不知道？不知道啊。叫什么？王老八。不是，您这都不挨着，周杰伦小名王老八都知道，是小名，谁知道？就你知道，人歌里都唱出来了，歌里还有这个。哎呦，你听着吧。怎么跟喝了似的？最长的电影这里有他小名。我们的开始是很长的电影。踩什么了？放映了3年，我票都还留着，屏上的巴黎脑海中还在旋转。小名在哪儿呢？望着你慢慢忘记你。周杰伦的小名马上出来。再给我2分钟，让我把记忆结成冰，别融化了眼泪，你妆都化了，要我怎么记得？都快唱完了，在哪儿呢？记得你叫我王老八。记得你叫我王老八。你说你会哭，不是因为在乎。小名王老八。哎呀，您这好有一比呀、啊！怎么比？肚脐眼放屁。怎么讲？怎么想的呢？哎呦，你这句话呀，我有一个俏皮话啊。怎么说？你这是老头钻被窝啊！这是你给爷整笑了。
老太太，老太太赞美我。你去找王老八吧。哎呦，这又是老头儿，暴露了，暴露了。原来你不喜欢大乔，你喜欢孙策。我喜欢乔玄，行不行？我瞧着就够玄的。哎呀，行了，您得别胡唱了，这当然模仿的还是很像。行了，倒无所谓了，对不对？这都哥们儿，大伙爱听嘛，这么着，也别光我唱了。哎，咱俩来一个吧。不，我听着挺入神的，挺好。不要光我自己唱啊！啊，大伙都知道你的特点。我什么？就是没脖子。你看，哦。都知道你啊，轻舞飞扬的，轻舞飞扬啊，能跳舞，我也可跳不了。可到时候来一个北展这么大的地方跳一个没毛病吧？哎，没毛病，本来就没毛，还能有病吗？这么着，我唱你跳一回。那不是您得说您唱什么呀？我唱一首抒情的歌曲啊，来一首《雪落下的声音》。行，那我给您伴舞是这意思？对，来我让你看看大伙看看什么叫旋转的煤气罐。这玩意儿多吓人呢！那对，啊，就是飞舞的煤气罐在空中哇自转三圈自爆，砰，炸一地卤煮。哎呀，就爱吃这个。来啊！轻轻，哇哦，好棒啊！你居然还有腰啊！轻轻，哇，好棒，人家能下那么大的角度，我天！轻轻，没完了是吧？他们挖的呀。你要不煽动，人家能一块儿哇呜吗？来来来来来，再窝一回。轻轻落在我，轻轻。咱不带往回倒的啊！不是，我刚要唱，你又在这干嘛呢？我寻思你废话，我以为你这背速了呢。你好，这跑着整回放来了。轻轻落在我掌心，静静在掌中结冰，相逢是前世注定，此生如纸般薄命，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我闭上了眼睛，求猴哥快快显灵。怎么还有猴啊？快来收服这只猪妖精。喂，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二位翻到明天早上8点。8点拿来吧你。哎呦，哦，还有花。谢谢大家啊。我先一样要说，就是彩票。全是彩票，嗯，最高奖金100万，朋友们，还说什么相声？你记住是彩票，现在正在不是支票。你们现在正在跟一个亿万富翁在看一个亿万富翁在讲相声，你知道吧？我的天哪，这都得拿走啊！哎，坏，多迫不及待呀！哦，谢谢惠顾，是吧？哎。在哪儿刮？哪儿是中奖不中奖啊？七有七就中奖啊？你认识数吗？完了，还给你吧，一毛。
别扔给他，就搁在这儿吧。啊，待会儿都是企业都啊，信。啊，信。信。信信里边有彩票吗？没有彩票。啊。好、啊，哎呦，您写的挺好的，今晚403见。这403跟了你38年了。好吧，好吧，别胡说了。哪个酒店没说呀？这个，刮开，留着留着，刮开刮开，谢谢吧。来，大哥，你打个样来，来吧。别打，别打，打不开。算了吧，算了吧，那个什么，要打开，我当时就炫了。这点酒量，哎，我们东北都彩箱喝。这点酒量，我一个小漩涡，我直接我躺台上了。哦，您是醉了是吧？哎呀，真的醉了啊！嗯，这样吧，给大伙唱一个吧。嗯，来首小娟儿，好吧？唱小娟儿，咱们就。我先，我，你们是不是没啥送的了？这是什么？利民辣酱，给我整一大堆。哦，利民蒜蓉辣酱，炫一个。哎呦，谢谢。我收到房卡了。哦，这我叫希尔顿啊。懂懂懂，403啊。不，哪儿那么多403？我先说这个蒜蓉辣酱，来，你给我干一口，我看看。这个也就罢了，我想问问这个是什么？哎，这不是蛋糕啊！这你妈居然是块五花肉。哎，流汤了，流汤了。写字儿啊，这边啊。你是我们的心头肉。真的，头回看着护心肉这么大块。心头肉，8斤的五花肉送台上。你们说这么多，听这么多年相声，我说什么10多年了，我头回没见有人送五花肉放台上呢。五花肉能往台上送？这不还有辣酱吗？保安这些东西不拦着吗？他也没想到是送演员的。我没想到啊，说这么多年相声，头回在台上收到五花肉。炸点鸡蛋酱。哎呦，我香你一溜跟头。跟人家有什么关系？今天真齐了啊！行了，咱这个你看，这葱姜蒜都有了，啤酒有酒有肉了。行了，老狼，开始吧，尿酸整。那是送您的，展示尿酸的时候到了哈，您受累吧。老狼来一个吧，我来一个啊。行，我简单唱两句。对，我去做点五花肉。我唱个党亮吧，好吧。哎，还简易过的，多新鲜呢。悔不该辕门来发笑，悔不该玉泽把香啊烧。关公犯罪刘备呀报，豪杰犯罪怎能够饶？小小回应速去报，旧舍老爷放了骨胶。七星剑把头削，一腔热血染正啊袍。好汉英啊雄辜负了，汗马功劳一旦抛。江东桥前恩重义啊高，留下了美呀名在万古飘。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哎，没想到你给我搁这儿。什么？嗨，我这顺手了，顺手签卡。叫小帆，德云社来说都有自己的代表作。你看，比方说我的是小娟，嗯，岳哥的那是啊，哎，好像不多呀。岳哥的粉丝也不多，今天都是看你来的。对的，你看辫哥哥的桃叶肩上肩，
哎，太清水河，我师傅呢就是叫小帆，多少年了，我初听还穿尿不湿，现在也是尿不尽。您就换条纸尿裤好不好？今天就来个叫小帆怎么样？哟，得嘞，那我给您搭个腔儿，来吧，哎，一见啊，你来啊。哦，我来前面啊。对，一见公之道令箭，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阿门，真好。这等您唱呢。再来一句。站立宫阿门，叫小娟儿。娟儿啊。再翻一个。没有想到弟弟还有话筒吧？哎呀，这样吧，这样吧，把演员都叫上来一块玩一玩，好不好？来，有请后台的妖魔鬼怪，闪亮登场。来，再挨个啊介绍一下啊，来头一个这边这个曹九台，于小怀，来不来？王小格，杨鹤龄，吴萧泽，陈凤清。接下来就让我们用隆重的掌声介绍一下今天比较特殊的一位郎鹤炎。我在这儿，哎哎，你俩，我在这儿站仨小时，我是个屁呀、啊！哎，咱别美化自己。给各位介绍一下，介绍一下啊，旁边的这个就是这个现在来说哈，镇八方玉面昆仑侠，哎呦，这是赛九狗的，哎呦，张九南。今天来说啊，是这个专场嘛，像北展嘛来说啊，比较特殊啊。九南说呢，那个哥，我能不能给你去主持呢？我也想挣点钱，然后呢，嗨。没有钱的事儿，没有钱啊、哦！今天不用给你钱了，今天那不行，感情，感情，对，感情重要还是钱重要？感情也重要，但是钱更重要。行了，其实他不在乎钱啊，那个咱就不给他了，结束，撤，快！好了，你回来，回来，这样吧啊，这个你给大伙来两句好不好？我别来了，哥，您来吧，我就想听听你跑调的歌曲。那这样吧，这个最近刚写的歌给大伙来两句，行吧？不好意思啊，天籁之音，准备好啊！您喊三二一，我开始唱。三，三二一啊！哦，来一，三二，非得查数。对呀、啊，我得准备。三二一，喂，歌我就不唱了，哥。那这样吧，咱一块儿给大伙来一个六对对歌，怎么样？来，往前站着，不丢人，朋友们，往前来。看谁不会唱啊？不会唱的啊，当场打死。来一个啊，大伙来哼个节奏。噔个噔个噔个里个噔个的里个噔啊，个噔个里个噔一呀。天桥没有桥啊，怎么样？戏台是人大的哦。酒楼茶园的原本在平地，个噔个里个里呀。你刚下了台呀，下去喽！我又登上去，来了你，颠来倒去，倒去颠来，后台是同着的呀，咯楞咯里咯里呀。您要是听相声啊，怎么样？德云数第一呀，知道。魑魅魍魉妖魔鬼怪全都在这里呀，咯楞咯里咯里呀。您往这台上瞧啊，喽喽，没一个能看的，不能。也就是我这个队长长得像宋仲基。咦，谁刚才谁鱼的？你个没毛的！刚才这玩笑的呀，知道别往心里去、哎、祝福大家身体安康，生活甜蜜蜜呀，爱万事如意。今天的演出到此结束，我们下回再见。来，给大伙爱你们，拜拜。我还得说一句是吧啊，今天的演出正式结束，下次再见。